重金之下必有好素颜，女星卸妆大比拼，重赏之下必有妖夫，所以今天女艺人来卸妆。Oh my god！ 当初是谁找你出团的？对吧？有人说你素颜像江泉哦，那好像木村拓哉。我觉得她就是西田奶奶。对，电视底下的素颜差距之大，吓傻众人。一、三，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